现场来到中角湾的各位游客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，我叫做微微，大家可以这样叫我微微姐姐。Hello， 谢谢，我听到你们的呼喊了。在表演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先提醒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，现在前面。观众前面有围一个黑色黄色的杆子，黑色黄色的杆子，请各位在坐在前排的观众朋友，千万千万不可以把你的脚或是你的手或是你的包包伸出那个杆子，真的要注意哦，那是我今天为了今天晚上表演而做的安全范围。所以请大家，如果你坐在第一排，可以帮我注意一下左右的朋友，他们有没有把脚伸出去，或是有宠物啊小朋友突然很激动想要冲出来，请大家帮我注意一下，也维护一下我们等一下表演的观赏品质，谢谢大家。还有第二件事情，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红色正在闪烁的灯，要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晚上，我知道有非常多的摄影师想要来拍到很好的照片，我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些照片传给我们，但是呢等一下在表演的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所带来的演出都是相对具有一点危险性的，我们表演者的眼睛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东南西四个方位，视线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，还请现场的摄影师们千万不可以使用闪光灯，千万不可以使用闪光灯哦。摄影师的朋友们，如果有听到的话，帮我回一声好，好不好？哇，摄影师是从左边一直延伸到右边，是不是？谢谢你们，等一下请大家一定要把闪光灯关闭。那我就要开始正式今天晚上的演出的主持哦。现场来到中角湾的朋友们，再一次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年新北市政府所举办的2024北海业金闪闪的活动。今年非常特别，活动是以双主场的模式开场的哦。主场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站在的金山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，而第二个主场是我们的中山温泉公园。已经去过中山温泉公园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哈。有哦，有一些人已经有去过了，还没去过的举手让我看一下哈。我跟你们说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因为我们今年啊可是有邀请了三位艺术家的创作，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每一位艺术家想要传达的心意，还有他们的人生历程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重头戏了，各位最期待的北海潮渔火。我们北海潮渔火到现在已经第五年了，现场有没有来看过三以上的朋友？三年以上的朋友有吗？有哎，坐在前面，我有看到你 ，Hello。那我来看过四年的也有 ，Hello。那有没有五年都来看过的朋友？有来五年都看过的，帮我尖叫一声，让我听一下你们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后台的表演者和舞台的，你们没有听到，他们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哦。我们都见过五年咯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我们今年呢做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创作。今年我们结合了国舞、时尚、消防以及永续发展的概念，是表演艺术前所未有的创举。我们和台湾开广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 Super Armor 消防衣品牌，以及亮衣国际有限公司时尚设计师朱亮宇老师、李吉祥老师还有吴淑丽老师一起合作，我们运用了消防级别安全布料，而且为了发展呈现永续发展的概念，集结了消防员退役后已经无法再使用的消防衣，将它重新剪裁、重新设计，创造出了今晚表演者身上世界独一无二的服装。
消防员他们穿着消防衣冲入火场拯救生命。而今天我们将带着消防员的心意，带着消防员的意念，用我们的表演温暖人心。2024北海夜金闪闪，北海潮与火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即将成真火舞团要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彼岸。
天上最美的是星星，地上最美的是钟脚弯的眼睛。
在十年之前啊，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场地，不可能有这片沙滩能让我们展现我们最喜欢的活物艺术，也不可能会有人为了看活物特地开一个多小时的车跑来看我们。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你们对我们来说，只要看到你们站在这里，看到你们为我们鼓掌，看到你们为我们喝彩，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各位，我想告诉你们，今天是我们北海潮与火的最后一场演出了。今天晚上，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好好的享受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希望能够和现场的所有观众一起拍一张大合照。各位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的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举起你会发光的手机，会发光的手机，把你的闪光灯打开，让我们一起朝向这一片美丽的沙滩，朝向我们的火焰台湾。让我们也请我们官方的摄影师，让我们站到沙滩上面来，也请我们的灯光把我们观众席的灯面灯收掉。对，我们把我们灯光收掉。不是观众手上的灯哦，是麻烦我们的灯光大哥帮我们把照亮海岸的这片灯收掉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左边的灯也要收掉哦。哇，天哪，大家手上都有这个星光点点的手机的灯光，真的很美耶。博物馆的你们转身去看一下好不好，是不是真的很漂亮，把大家去放起来，把灯收到自己的肚子上面来，把它收下来啊，不要让我看到哦。等一下我会从我的左手边一路这样子画过来，你们看得到我吗？啊，是不是看不到？好，我一路画过来，你们就帮我举起来好不好？来，准备了。哎，我拿着这个沙瓶，我等一下会这样子绕过来，你们就从这边海岸边的观众一起举起来，让你的灯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。大家先把灯收到自己的肚子上面，背向我，准备了，3、2、1，走！好美啊！来，我们再收起来，从我的右边收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举起你的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。那我们拍照就先进行到这边，我的谢幕还没有结束哦。摄影师可以了吗？摄影师还没拍够哎，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来，数到三，把你的手机举起来，1、2、3，哇呼！放到你手上的光。看得到哦，这边怎么变少了？举起来 ！Hello，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一次2024的北海夜景闪闪北海潮与火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火舞团的成员们再次回到我们的沙滩上，各位，请你们先不要离开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大家。你们明年还要来吗？谢谢各位，你们明年还要来吗？再大声一点！谢谢各位，我们为了这一次的表演，真的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时间。我们一直相信，未来不管是30岁、40岁、50岁、70岁、80岁，甚至是99岁，我们都可以一直演，一直演。让我们的活物能够让孩子们知道，能够让未来要看我们表演的人知道，台湾有这么漂亮、这么漂亮的活物艺术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让我们一起参与2024北海夜景闪闪。